家好，今次喺觀塘是但求其食一啲晚餐，小店又有，連鎖店又有，分享俾大家睇睇。首先嚟到觀塘興業街，幫襯呢間食堂，佢哋每日有快餐食，晚餐都有得食。呢碟系乾炒三絲河，48蚊。有叉燒絲同火腿絲，有好多芽菜，可分正常唔易難，就略為多油咗啲。呢碟炒河粉嘅味道普通一般。呢碟系 XO 醬西蘭花炒魚塊，60蚊。魚塊賣相普通，裡面嘅肉質都係一般普通。西蘭花夠淋，有 XO 醬同蒜蓉一齊炒，味道可以。有洋葱、紅蘿蔔絲、菇類等配菜一齊炒。呢度白飯都係好普通。呢個炒西蘭花味道可以接受。呢度凍飲只係加2蚊，凍檸茶正常味道。留意翻佢哋假期嘅休息。跟住嚟到觀塘 OPC 喺 APM 旁邊，到二樓呢間連鎖餐廳食晚餐，叫咗一個餐要100蚊，哇！真係好貴。包一杯飲品，凍檸茶正常味道。呢個係經典煎蛋珍寶漢堡扒，100蚊。賣相幾靚，漢堡扒酸大塊，又厚身，肉質好淋又滑，好重牛肉味。煎蛋的味道普通，西蘭花、粟米加埋啲醬汁一齊食，好味。薯蓉可以煎耐一啲，等佢熱透同埋脆底，夠曬麵滑香甜，好好食。有一碗白飯可以放埋落鐵板嗰度炒，呢個鐵板餐係好食嘅，但係價錢好貴。跟住嚟到觀塘成業街，到呢間冰室食個晚餐，呢度係自己掃描個 QR code 落單。點咗一個晚餐，先嚟一碗紅蘿蔔牛蒡湯，味道清甜。呢碟係金銀蒜粉絲蒸鯖魚，78蚊。條鯖魚都夠大條，生熟蒜同埋豉油溝埋一齊，調味夠鹹香。魚肉仲嫩滑，粉絲溝埋啲蒜蓉同豉油，餸飯好好食。白飯正常軟熟，凍飲要加3蚊。呢杯凍菜蜜，少少清涼甜味。呢個鯖魚晚餐係好食嘅。今次最後嚟到觀塘翠屏村商場，到呢間連鎖餐廳食晚餐，叫咗一啲晚餐食物，呢杯係經典原味紅豆冰冰，11蚊。
都好大杯，有好多红豆，好淋有棉滑。淡奶糖水嘅滑，少少甜味。呢碟系柚子芝麻蜜糖鸡翼，12蚊。有三隻细只嘅鸡胸翼，鸡胸翼外皮香脆，柚子酱够香甜，鸡肉仲嫩滑。呢碟系米兰肉酱焗扁意粉，54蚊。有好多牛肉酱同芝士，牛肉碎、番茄酱、芝士、香料沟埋一齐焗，味道又香又甜，少少酸味。扁意粉好爽弹，酱料同意粉沟埋一齐食好味。呢间连锁餐厅价钱够平，食物嘅质素同味道系合格嘅。中意呢个频道嘅影片，就请我订阅同揿埋钟仔，唔使请嘅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今次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